怕他们到时候会乱摔我的行李箱，所以把行李包一包。啊，但他这样包我等一下怎么拉？算了，没关系啊。他这样包我的话，他有分项目，大中小。啊，我这样大概是200块。哦，原来我多担心啊，他在帮我开模了，但我还是可以拉，真是贴心。今天是小年夜，然后呢，因为我的家人他们现在都在荷兰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年过年呢就决定要去荷兰找他们一起过年。自己登记的感觉好奇怪啊，就是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，有一种我长大了的感觉。不然我以前都是靠别人，靠我的前辈们，但我现在不一样，我长大了，我现在可以自己登机了。7:0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大概8:20左右，我到荷兰啦！看看是谁在等我啊？是谁？哎呀！耶！准备要去感受-1度的气温了，超冷的！哇！我就刚刚拿5块钱给你穿。我们现在从机场出来，然后我们要搭车回家。哦，我们从机场搭了2站，然后到这边，然后离那个刚才下车车站的地方走大概5到10分钟就到了。我之前台湾都会看他们录这个街道的影片，像是我爸出门啊，或者是下雪啊，都是这个很熟悉的街道。到了 ，Hello！ 你知道爸爸原本说他骗你们，他骗你们说我自己回来的。我刚刚说，哎，自己来哦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好的，这一间是厕所，这是好的。进去，然后跟2天2晚。哦，是啊。我就觉得那个很像一只站着，但实际上它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有一只鸟会飞过来那边站着，一只真的跟那一根长得像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是就有2根。好好笑。这里的马路要过也要按。像这个很漂亮的，今天天气难得的很好。按说大概到下午4点左右太阳就不见了，要享受这个阳光。荷
为天空很蓝耶，几乎都没有什么云。抵达我们的，今天要去跟我爸的公司员工一起聚餐，我们要吃午餐的这间。我发现因为就是北纬的太阳都是斜斜的晒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都被拉得超长了，有趣。我们要进去了。我们刚才已经吃完了刚刚那餐点了，就是公司聚餐的关系，所以都没有特别录。现在要去就是家里附近的百货啊，然后在附近逛一逛。然后我们在刚刚在逛的路上就有看到下雪，看好像后面这边都是雪。好好笑哦，这一只看起来快倒了。这只好精致哦，但它的鼻子是眼底。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耶！小姐要冰多酱多，抹茶多，抹茶多，早说，抹茶冰，这是啥问题？请用，谢谢。发现在这个湖的旁边有鸭子脚，也可以说是恐龙的足迹。你看，它指我们方向，它到这边，确定吗？可是那个鸭子应该是这样子，它叫 this way。OK， 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花店，好可爱哦，好小一间。差 L 的 A H 什么？差 L 就是表示最大间吗？这是最大间的。对。哦，不是，就是差 L， 就是比较大的。A H 是他们连锁的超市名称吗？对对。哦，这个他们连超市都有卖花耶，好浪漫哦。好像假的哦，很可爱耶。这是那个荷兰有名的托尼巧克力，然后它的牛奶，巧克力牛奶，好可爱的这包装。买了一包这个饼干，这价钱应该是3.29块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拿去结账。哎，你不当会员的？你没特价，或者你还是可以做会员的。你还没会员，他就没价，他不是完成。刚刚那个饼干拿出来，像这样一小小块的，超硬，吃起来有点很熟悉的味道。爸妈跟我推销这一间的飞鱼，因为飞鱼罐头好像很臭，然后这个是生的飞鱼，好像就没有那种味道。然后我妈说吃起来很像生鱼片，然后他们就说要买一个来让我试试看，然后是飞鱼的，然后用面包夹起来，类似像一个大亨堡的感觉。Yes, 哇，嗯，好神奇哦，看起来很难吃哦。其实刚刚也想要讲这个，但我觉得有点没有这么尊重他，所以我，嗯，荷兰人都是很直接的。是吗？嗯，好的。那闻起来就是有面包就还好，鱼肉味啊。好，我还是嫩嫩的，还可以，又配洋葱刚好去腥味。竹见五汤有点太深了，就是有一种很
我是你是你有吃过吗？我没吃过。那我先不要打断你的那个。这个就是有点像生鱼片，只是它很更深一点，然后比较厚。没有闻啊，有点味道，就新鲜的味道啊。哎呀，这边海鲜的味道啊。是什么欲言又欲言又止的吃法？我想要吃到黄瓜，可是我要咬到的话，他刚刚刚第一口给你吃。哎，你们你的表情没有像我刚才那样那么冲击耶，你蛮冷静的。嗯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就是很咸的鲑鱼啊，对，它也很咸，没错。很咸的，而且没有，因为它这个酸黄瓜跟洋葱一直让我觉得很像麦香鱼。嗯，蛮像的，你说它那个酱对不对？所以你的评价是怎样？太咸了，我不喜欢很咸的东西。但是腥味是可以接受的。嗯，因为是鲑鱼味。哦。结冰了！终于饿死了！真是，no。扭曲。Thank you so much. If anything, I can still show you. Bye bye. Give me a call. Okay, bye.它好有趣哦！拜拜！I wanted to Happy New Year to you. 好吐啊！谢谢。哇！里面是刮刮乐吗？对。这次来荷兰都多准备了礼物了三个礼物，分别是这个甜蜜的包包，然后买给我妈跟我姐各一个。好啊，这是您的新年礼物。嗯，我马上就有了。这么好，就是那一个牌子的，但是是小的。而且你今天早上说那个太小了，结果我买的还是小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比较小一点。你可以出去采购的时候使用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不会不会，好，去出发去另外一边。耶，谢谢。不会。因为没有办法及时的送红包，所以送这个。哎，这是姐姐的。我干嘛？我。对，这是你的。我刚送。这是一个新年的礼物。新年的礼物。新年的礼物。天哪！很特别。对。这边有价格。好尴尬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来看的，怎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颜色挺适合你的。看我护照吗？谢谢你的示范。第二拖啊，想不到吧？还有，还有，那么多，我跟你说，我整趟旅程就是非常的用心准备。难怪你在那边禁止我翻人。对呀、啊，做事脾气很差。我很用心准备这趟旅程呢。妈妈，你要不要过来？这样子你们才会有，是啊，中奖的感觉。不然你看这里写百分百中奖率，嗯，至少赚，至少中。他正在看人家那个动态在刮。如何？是一百块是不是？一百块。一百块。没有收获，目前。快乐。